记得保持距离吗？要不我会你会怎样？你要打我吗？对，我会打你哦。打啊，难道你要打宝珠姐吗？宝珠姐，你不记得宝珠姐了吗？那个你说会担心一辈子的宝珠姐，那个被你救了好几次却让你自己受伤的宝珠姐。我救你很多次。对，我在岸上被流氓包围，你为了救我结果被打晕，你以为我要投湖自尽，结果自己跳进湖里还溺水。还有在图书馆里，你为了要保护我就被书砸昏，这些人都不记得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就算以前真的有这些事情，那都已经过去了啊。现在的我过得很好，很幸福。你们这些人很奇怪，为什么不让我选择我想要过的生活啊？这是你想要过的生活。对，这是我想要过的生活，每天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，还可以跟我喜欢的玩具，还有我喜欢的美嘉，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。才不是，这才不是你想要过的生活，你只是不小心忘记过去的一切而已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抛弃我们之间的回忆？我告诉你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办不到，我不可能就这样丢下他不管。为什么啊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最爱的人，所以我不可能因为他失去记忆，就像他一样忘记对方，或者当对方不存在。他是你最爱的人，那你为什么过了三个月才来找他？为什么我们当初带他去警察局的时候，警察说根本就没有人在找这个人呢？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叫做达浪。我们这么努力花了三个月的时间，每一天都在找他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会忘记所有的人，更不知道他只记得自己叫达浪。他不叫达浪，那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雪寒。那他干嘛要叫自己达浪？达浪是他去杭州念书的时候用的名字。你越说我越不懂。哎，美嘉，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，等你听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帮我，这样好吗？宝姐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一定要帮帮我。那笔钱啊，这几天就要到位了，我东凑西凑就是凑不出那笔数目来。波姐，求求你帮我这一次忙。好吧，我跟我妹妹商量一下。哎，波姐，
你不是董事长吗？你难道不能直接帮我？可是我妹妹……恕我直言，你妹妹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没有什么误会啊。我觉得她好不信任我。你想太多了，我妹妹就是这样的人，说话很直接的。我姐，你呢？姐，我二十几岁就认识你了，难道你到现在都不了解我的为人吗？如果你不帮我，那我没话可说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啊，算我白说，好不好？我本来就是个失败的男人，太太离开我，小孩不要我。喂，我是啊，找到了。所以他是为了救你才受伤失忆的。我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可是达亮已经跟我们相处三个月了，都好像家人一样了，更何况我。你们已经有感情了。是，我喜欢达浪啊，我觉得他也喜欢我，我们感情很好。我喜欢达浪什么？坦白说，一开始我也没有喜欢他，我只觉得他好呆，好奇怪。他还要我带他去捡一个这么奇怪的香菇头，哎，我跟我妈都笑了他好久。可是后来跟他相处之后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、很善良的人，所以你就爱上他了。那种感觉很像是你捡到一只流浪狗，一开始也没有很想养啊。可是养着养着，最后就有了感情。如果有一天原来的主人要把它要回去，心里还会觉得好难过，好舍不得。他有他的家人，他有他的朋友，他应该要回到原本属于他自己的生活。可是他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，说不定他就是讨厌过去，所以才会选择通通忘掉的。讨厌过去，说不定他就是讨厌当薛海，所以才选择当达浪啊。讨厌薛海，不妥。美嘉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我什么啊？谢谢你提醒我。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什么事啊？给我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，让我和达浪单独相处一次。如果他再也想不起我，或是不愿意跟我回去，我会把他让给你，并且从此都不打扰你。让给我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可以答应我吗？谢谢，我就会很努力很努力让他想起来。我会加油，大家谢谢。你们这人真的很莫名其妙哎。先别急，慢慢说。我知道为什么薛海只记得自己是林达浪。为什么？我想一定是因为他当薛海的时候做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，
所以他选择抛弃了薛海的身份，变成林达朗。你的意思是，因为他的潜意识里不想当薛海，所以变成了达朗，回到达朗的时代。没错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如果他变回当时的林达朗，那我就要变回当时的宝珠姐。我要让他想起我，想起他心目中的宝珠姐，在杭州读书的陈宝珠，那个每天对他凶，每天对他好，每天都扒他腿的陈宝珠。我要用以前的样子出现，然后跟他相处，我一定让他想起我。怎么突然有一种危险的感觉，而且这种感觉好像还有一点熟悉耶。用以前的样子出现，然后跟他相处，我一定让他想起我。怎么突然有一种危险的感觉，而且这种感觉好像还有一点熟悉耶。你要干嘛？方总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你不是答应给我机会跟你公平竞争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会带他回来。干嘛？放开我啦！放开我啦！达朗，干嘛？宝珠姐，不要！我叫你叫我宝珠姐，我不要！叫我一声宝珠姐，我才不要嘞！你这很奇怪，又很霸道，又随便抓人。你以前认识我的朋友吗？我喜欢你，叫我惊世骇俗、丑不拉几、香低头。我喜欢你，一天打我800次。我喜欢你，逆英文的声音。我喜欢你，喝醉酒要我背你回家。我喜欢你，上课爱睡觉，但做报告却很认真。我喜欢你，跟我一样喜欢粉红皮包，但又知道他的好朋友是谁。我喜欢你，你明明不是我心目中喜欢那样的女生，可是我就是喜欢你。我们真的是朋友，以前我们在杭州念书的时候几乎天天在一起。天天在一起？在一起干嘛？我们天天在一起，一起吃饭，三碗大卤面。我只要一碗。我要吃两碗。